视，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来哟，进来听广告，大家对我来哟，做伙来合福咯，精彩故事哦，阿成哥广告。世事多纷飞，因缘多变化，凡事要想清楚，免得起风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仔日呢，要讲的主题，就是相的代志。在高雄燕巢有一个龚居士，一个龚玉成居士，他今年呢85岁。那龚居士呢，他在日月禅寺呢日月禅师受菩萨戒，普通时做人很谦和，他学分呢也很精进，他时常将他所体悟的这个佛法呢来跟人分享。有一次一坐我的车，那么一路呢，我开讲足侪话。那么伫这个时阵呢，伊所讲的代志呢，达句都是予人真感动。我印象上深，伊曾经捌讲过一句话，伊讲我这世人毋捌违规过，违法的代志更加毋免讲啊。伊讲，当我伫骑机车，如果路边迄、那个时速限制，吼、哦，限定50公里，我上侪呢骑到40公里尔，所以我从来唔捌超速过啊。在日常当中，包括过去伫公部门上班的时阵，人若是安那交代，我绝对照交代的范围内底去甲完成。我从来唔捌做过头去。伊讲今仔日我已经85岁。因为我毋捌做唔对的代志，所以暗时我足好困。有一天，伊的查某囝伫甲我讲，伊讲阮爸爸吼，伊有一遍伫甲阮讲一个道理。伊讲若是你的好朋友啊，要来向你借钱，你爱安怎处理？龚老居士伊安怎讲？伊讲首先第一，你要想清楚。你爱家己想清楚，看你有钱无，家来决定要借伊还是唔借伊。当你若是决定要借伊，你就爱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啥物货呢？因为对方伊是你的好朋友，伊既然会开嘴要甲你借钱，代表伊真正足欠钱。既然足欠钱，就无可能你即马钱借伊，伊就足紧的时间就会当甲钱还你。所以你若是要把钱借给你的好朋友，你就不要抱着他的行李的期待了。所以说到这的时候，龚师兄他说一个让我感觉很欢喜的一个道理，他说借钱不借钱是你的事情，对方要还钱不还钱那是他的事情，这句你的事情他的事情，哎呀，凡事首先就要想清楚，唔好等到日后的时阵呢，才来去起烦恼啊。是确实呢，在咱人际关系，往往有真侪烦恼，伊是安那产生呢？就是这是相的代志，无想清楚。所以伫即内底的时阵，咱人际关系足侪问题，伫内底伫起计较啊，哦。很多是非也是这样生出来，所以说在这里呢，龚师兄他就是教他的孩子，很多事情要事先想清楚，尤其你的事情和我的事情。因此在这里的时候，龚师兄他所说的这个道理
搁甲延伸出来。认真要来讲，全部的代志，不管是伊的代志，还是你的代志，其实拢是我的代志。伫这个遮的时阵，咱伫日常生活中，咱足容易去看到讲，哎，这个人对我无情，这个人对我无义啊，这个人伊伫欺骗我，哦，这个人伫陷害我。伫思想顶观来看，事实就是安尼。但是呢，咱若认真为因缘的这个角度来看，遮全部所讲的代志，其实是全部咱的代志。咱的如果若是咱的心肝内，对拄则所讲的陷害啦、无情啦、无义，咱的心内拢无一丝啊执着、甲计较，其实遮拢无代志。那如果个人来讲，吼、哦，我无钱通生活，哦，我运道未顺，我业障足重，哎呦，我一生内底无贵人，我无智慧啊。这些所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清楚，这也是全部是我们的事情。既然都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要勇敢去面对。要怎么面对？第一，提升自己；第二，改变自己。合佛就是要爱我们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合佛？就是我们透过我们对佛理的了解，清清楚楚来认识我甲四周围的人事物的关系哦。有法师大人尊重师长，什么关系？就是咱对人的关系。勇于承担，发心奉献，是咧什么关系？就是咱对事的关系。孝物爱物，物尽其用，是什么关系？是咱对物的关系啊，所以咱佛教徒呢，应该爱看一切因缘，为家己的因缘，有的咱来反省，有的咱来承担，有的呢咱来忏悔，有的咱来发心。伫西洋啊，伊有一本册叫做《伊索寓言》。那么伫这个《伊索寓言》这本册内底，伊有一个故事。真有意思，这个故事伊就是伫讲，有一对爸仔囝，因牵一只细只驴仔，要去对，要去市场，啊，要来拍卖啊。那么当这对爸仔囝呢，伊牵着迄只细只驴仔，要去市场拍卖，做父亲的呢，伊踮头前牵迄只驴仔，那么伊的囝呢，对住驴仔。伊个脚床尾呢，对咧行。那么底下安尼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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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哎，过路的人呢，伫路边就看到，就笑这对爸仔囝。伊笑啥？伊笑讲，迄真正实在有够戆。迄有驴啊，你唔骑，靠人戆戆甲这落程度呢？放迄只驴啊，安尼硬生生，两个人甲底下行甲平平喘。哎，路边的人来笑这对爸仔囝。这个时阵呢，做父亲的人又听到，听到了的时阵，伊惊人笑。这只驴仔后边呢，去甲伊的囝呢，甲抱来到驴仔这个脚架边顶悬，啊，得甲抱起来，互伊坐。囡仔坐好的时阵呢，这个爸爸伊就牵迄只驴仔，驴仔顶悬载因囝，啊，得阁继续向前行，安尼行行行。结果呢，行到底，行到路边呢，有一群呢老人伫遐伫开讲。那老人呢，伊就看到讲，做时代的人牵一只驴啊，载一个细汉囡仔。这老大人伊就有人伫讲，伊讲啊，这真正实在唔知影是安那教。迄囡仔才细汉，才唔捌代志。迄做父亲的才辛苦伫行路，伊。这个囡仔呢，竟然才轻松地啊，去坐驴啊，这真正有够不好哦！哇，这个父亲啊，一听，阮囝因为我的安排，予人骂不好，哦，安尼这个罪真重呢。伊讲，搁个驴啊停呢，伊搁行去后边，甲因囝呢为驴啊的脚只片怎甲抱落来？
啊，抱落来了的时阵，伊甲因囝讲：“你去头前牵驴啊，换爸爸来坐。”这个时阵呢，当然囡仔听话啊。这个做父亲的人，伊就爬去你这个驴啊的身躯顶悬。啊，即马伫这个时阵，父亲就讲：“囝，哦，即马因囝就甲牵咯，行。”结果伫这个时阵，这对爸仔囝牵着迄只驴啊，经过对。经过路边一群呢，啊，做母亲呢，甲囡仔的面头前啊。那么经过到这的时阵啊，这群呢，父，这个太太啊，啊，甲囡仔伊就讲，看到讲囡仔惊头前，啊，这个是老，迄、那个是大人伫坐驴啊，伊安那讲，伊讲世间靠这种是大人，这个心这尼啊强啊。家己坐到遮舒适，啊，较予囡仔遮辛苦伫行路，这真正是伫苦读伊个囝吧？哇！这个时阵呢，父亲佫听一个讲，我食力。囡仔伫坐，啊，洪讲，我这对爸仔囝，啊，就慢慢啊，佫向这个市场吼，啊，来向前行。那么当这对爸仔囝呢？骑着驴啊，来到市场的门下口。在这个时阵呢，佫更加愈侪人看到甚物货呢？看到爸仔囝两个人拢骑一只驴啊，马上就有人批评啊。伊讲这对爸仔囝真正有够过分，两个人共同骑一只遮细只的驴啊，这真正是伫虐待动物啊！父亲这个时阵，一听到人安尼批评，心内就安尼想：，那无要骑驴啊？人讲咱作戆，有驴啊唔骑，给囡仔骑，人伫批评，啊囡仔真不孝，吼、哦，家己享受，是大人点啊行路，啊那么换是大人骑，人伫批评，讲对囡仔无阻碍，两个人做伙骑。啊、哦，人家批评讲伫虐待动物，但是伫这个时阵呢，已经到市场的门口啊。这个时阵，父亲伊就落来，甲伊的囡仔先煞甲伊抱落来了。伊讲安那行拢唔对，规气咱甲这只驴啊吼，甲扛伫脚车片顶悬，用扛的就摆好啊啦。结果伫这个时阵，市场内底足济人啊，因。将来唔捌看过伊讲有人牵驴要你来卖，用钢的啦，所以大家都伫甲踢笑，笑啥物话？笑讲靠有人这驴啊，安尼好好路唔牵，怎来用钢的？结果伫这个笑声上大声，跩惊到驴啊，驴啊足无胆呢。驴啊紧张了的时阵哦，伊就马上为这个白仔囝的肩胛头啊。好，就喷，啊，结果喷进来落去涂骹去。落去涂骹的时阵呢，好，大家起骹就拔，起骹就走。结果驴啊一紧张啊，所以摔咧溪啊，都淹死啊。伊所预言的这个故事，伊是伫讲啥？伊伫反映讲现实的人生啊，咱凡事呢欠啥货？欠主见。咱盲目呢，安尼。世界听人批评，啊、哦，从其到尾呢，无法度，啊，来无所适从啊。是啥物物件叫做好？是啥物物件叫做歹？无咱的主张啊，佛弟子嘛是同款哦。为什么咱要信仰佛教？咱来足清楚啊，啊、哦，因为咱信仰佛教是伫信仰佛理啊，信仰佛法。佛理伊予咱明了，世间万法伊拢是因缘所生法，毋是有甚人甲咱创造啦，哦，予咱来活伫即个世间啦，甚人伫甲咱主宰啊？因此伫即个遮呢，咱信仰佛教伊上重要的精神，就是家己爱找着家己的真如本性啊。这就是咱信仰佛教的重点。咱找到家己的真如本性呢，咱人真共生啊！人真共生是啥物？就是咱生生世世呢，所安尼夹来遐尘埃哦，遐所做的业，
已经拢安尼参多加安尼清气清气，咱的智慧的光明自然生出来啊！啊，咱为虾米开始要信佛，开唔爱去信其他的宗教？因为佛法会当予咱悟道，会当予咱成佛。有人伫我问，啊，各种宗教嘛足好啊！我拢甲讲，我无讲伊歹啊。各种宗教，恁也是徛伫安心的角度，拢是足好啊。但是全部的宗教，包括哲学内底，甲佛教，伊有去讲到啥？伊去讲到解脱烦恼，甲解脱生死啊。各种宗教无啊，哲学内底嘛是无啊。独独就是甲佛教，伊有去讲到解脱烦恼，甲生死解脱。这两项物件呢，若无解脱，咱生生世世伫沉沦呢，真正的呢，偌济人已经成佛去啊，证悟证得阿罗汉果，咱到即马果是苦恼的凡夫啊。因为是安那讲，咱无悟道。因此伫即个遮的时阵，八种宗教伊有可能足快乐啊。即、这个足快乐，拢是伫三界内，因伫追求着世间的乐安尼尔。但是佛教无同啦，佛教伊个佛法是会当修的，会当证的啊，啊、哦，众生是干咱一体的啊，啊、哦，所以伫即个遮所有的代志拢是咱的代志，佛法阁有啥物好处？佛法予咱了解，凡事啊拢有因果。过去我捌听师父讲过，而且我嘛常常伫讲即句话，咱会使无信宗教，但是袂使无信因果啊。事实在这个世间，拢是因缘所成啊！因缘所成内底，就产生因果的问题啊！佛弟子伊爱当地用功，伊爱当因地用功啊！因为各地的时阵已经除了接受以外，无法度啊啦，未富。所以佛弟子呢，伊爱伫因地用功，伊爱发菩提心啊！伊爱发这个菩萨愿啊，行菩萨愿。佛弟子哦。伊爱修福修慧，伊爱广结善缘，安尼长期到尾，佛弟子伊靠我都成就道业啊！学佛是幸福的，学佛是智慧的。为什么？咱坐椅啊，就知影讲要来选一个，讲后边有通好坐，吼、哦，有一个靠的。更何况呢？咱生生世世内底，咱伫生死沉沦内底。咱是无助的呢，哦，在生死苦海内底，咱是真正无助的。随业的牵流呢，咱的业行到底，咱的业报到到底呢。那么在这个时阵啊，六道轮回内底啊，学佛有一个好处，足大的好处，咱有一个通好靠，叫做三宝。哦，咱有佛宝、法宝、净宝来互咱靠啊。咱如法修行，咱唔免攀缘杂修啊！攀缘杂修哦，你这啊插一个，遐啊插一个咯，到尾啊旧业无了，造新业啊！所以佛教徒对法呢，伊也有定见，伊也亲像拄只讲白啊囝徛里啊呢，伊也有定见，若无吼，道心足够动摇。人家讲对一种较好，我讲我啊，你已经修法侪当的法门，你说。在放弃啊！其实，逐条拢会成功。你只要如法瑞修，逐条拢会成功。曾经伫清朝的时阵，有一个商家做生意的。这个商家呢，伊有一个女主人。这个女主人，伊是一个足虔诚的佛教徒。有一天，伊想要踮厝内呢供奉一尊佛像。这个女主人。伊就去找一个伫拍石啊雕刻师傅啊，啊、哦，要来雕一座佛像。那么当这个女主人伊去找着拍石啊雕刻师傅，伊甲伊讲：我这尊佛像吼，悬爱两米悬，我的后边呢爱甲伊装伫墙啊内底，吼墙啊壁内底。身躯呢，阁爱有七宝啦，来甲伊安尼庄严。那么伫这个时阵，这个拍石啊老师傅呢，
伊就足欢喜啊，有人要安佛像啊，伊就赶紧把这个工课来接落来。啊，接落来了的时阵，这个老师傅哦，伊就带两个徒弟啊，伊去对，伊去石啊场选上好的石啊，要倒来雕刻。当迄粒石啊呢运倒来了呢，老师傅伊真正有够尽心，伊就开始哦，开始照寸尺，就开始切，开始刮，开始切，开始刮，加一尊佛祖吼，伊的轮廓，伊就大概安尼甲伊切出来啊。那么当佛像伊这个轮廓切出来，伊就开始哦，足仔细啊，来就起啊开雕刻。首先当然是雕刻佛像的正面。那么当伊来雕刻佛像的正面呢，佛像的鼻目嘴啊，包括目睫毛，拢一清二楚，雕刻甲有够庄严，有够庄严。那么伫这个时阵，当佛像正面雕刻完，老师傅啊，伊阁甲徒弟啊讲：来来来，咱甲佛像这个脚趾片来斜倒过来。徒弟啊，就伫遐讲奇怪，啊咱正面啊雕刻好势，甲会要雕刻后壁？但是老师傅伫讲啊，讲斜好过来。老师傅当佛像的脚趾片斜倒来，伫伊要刻的面头前。迄老师傅吼，伊就照寸尺开始画彩图安尼，开始安尼拍，安尼拍石啊，拍石啊，把迄个雕刻雕花呢，全部拢改安尼甲雕刻出来。伫这个时阵啊，有一位新来的小徒弟啊，伊看到因的师傅这么认真的刻佛像，但是有一项代志伊无法度了解，伊就问老师傅，伊讲师傅师傅。甲你注文的这个人，伊唔是有讲吗？即尊佛像，伊的后半身是要甲伊镶伫底呢？因家的佛堂的墙壁内底。安尼，这个时阵，咱是唔是咱甲正面甲雕刻好，好势就好。咱的背面呢？你即马甲刻甲遮水遮庄严，也无人会看到，因为迄是带伫墙啊内的啊。这个时阵啊，迄、那个雕刻的老师傅听了，伊讲一句话：，咱做生意吼，爱讲信用。咱目睭无看到呢，但是咱的心有看到啊。哦，小徒弟啊，听到因师傅讲到这句了的时阵，当然啦、啊，也得感觉足见笑安尼。老师傅迄句话讲，目睭无看到。但是咱的心有看到，这是予咱启示。佛教徒唔是安尼吗？咱学佛修行唔是伫做表面呐、啊。当然，这个故事后边有讲。当到1990年的时阵啊，迄、那个女主人迄间旧厝已经歹去啊。当迄间旧厝歹去的时阵呢，人要翻新呢，当佛像请落来。吼、哦，大家安尼啧啧称奇，一直比大头婆讲：“哎呀，这尊佛像安尼有够庄严，连脚趾片嘛雕刻到有够庄严嘛。”为这个遮的时阵，迄若无当初老师傅的坚持，一百当前的老师傅的坚持啊，较有今仔日这尊佛像才庄严、才圆满。小故事大启示。今天的故事就是在跟我们说，到底这是谁的事情？各位菩萨，全部都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做事情要亲像龚师兄一样，我照法照规定在做，我没有超越，我就是在修行啊，世界这样就是了。我们要像那个打折的老师傅一样，做良心来做事情。那么第二个故事就是讲，咱要有主见，唔好人讲啊，咱就换啊，人讲啊，咱就换，终于到尾啊，无一项成就。各位菩萨，各位观众朋友，今仔日足欢喜，啊，伫这个节目内底，也要来甲你祝福，
尤其呢，啊，伫新的一年，咱一定爱为家己啊，事业、道业发一个心呢，啊，凡事一切因缘呢，爱来个成就。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咱伫台湾有将近20个护生园区来照顾迄搭流浪狗、牛、猪、鱼种种，但是各位拢知影，因呢一定会下毒，特别鸡啊、鸭、即搭鱼啊。所以即卖呢，咱要伫20几个护生园区拢来起一个佛塔。我跟你讲，下毒的众生，你替起佛塔；那是打上来护生园呢，众生设一个佛塔，因有法度脱离上不着。所以希望各位护持这个护生园区做佛塔的主笔的地位。阿弥陀佛。师父的功德愿力在这，大家的良善悲心在这，众生的光明希望也在这，好吃好买。1965八四八二，1965八四八二，号名中华印经协会，请注明座塔。生命电视恒春五公寺举办礼拜贤节千佛护生点灯供水药供及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暂时法师领咒。日期2月19号星期一，大年初四，上午9点半，地点恒春五公寺，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山脚里恒南路48号，联络电话0888895787，0888895787。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新逢定光古佛圣诞，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举办礼拜过去千佛暨恭送地藏经法会，日期2月21号星期三，上午9点礼拜过去千佛，晚上7点恭送地藏经，地点嘉义生命讲堂，地址嘉义市民权路422号，联络电话0522255888，0521667000。他的家人吃肉，特别是老年多年的习惯，我刚受了三皈五戒，做饭有些麻烦，这没办法。你虽然受戒乃至吃素很好，但是你家里的老人要吃肉，你还是要煮给他吃。怀着悲心惭愧心啊，为这些肉念佛，希望他得超度啊。那这个老人吃的啊，没造恶业啊，要这样。但是呢，你要发个心，现在是如此，善巧方便，但是要尽量的孝顺老人，感化他，感化他也能够跟你吃素。但是为了要吃素，你要弄得很好吃，所以赞叹你吃素啊，但是还是要坚持，对不对？但是要煮好吃的素，慢慢的加进去给对方，这个也是慈悲啊。老人家只要好吃就好了，对不对？好吃就好了。您现在收看的是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高丽慈悲巡礼韩国弘法行。
诸佛正法无来去，唯一情形利众生。自古以来，诸佛菩萨以慈悲为武器，忍辱为力量，遍洒一切慈爱。因此，慈悲心是佛法的根本，即一切德行的基础，更是对一切生命平等的关爱。它不仅开阔了众生的心性，更丰富人们的内涵。若能用行动传播佛法的慈悲、生命的大爱，并能圆满人生的逆境，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慈悲的海涛法师带领诸位法师及居士展开的韩国弘法行，遍洒华语，行程来到了位于光州广域市的光乐寺，参加慈悲烟供、药供、施食超度法会。当地许多的信众都是西家带眷来参加，法会中老少齐聚，使得建筑之朴、规模并不广大的光乐寺内部及屋檐下几乎座无虚席。法会前，湛日法师与几位居士们在山岚弥漫的山壁中挂起五颜六色的风马旗，将原本黄澄澄的山壁在静谧中呈现出庄严祥和的氛围，仿如仙境一般，让诸佛菩萨的慈悲随着山峰的飘荡传送到世界各地的每个角落。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为大众慈悲开示。海涛法师勉励大家每天都要有随喜心，善体世间无常，了悟因果，精进的修持一切的善行，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乘佛教就按照佛陀告诉阿难的这个施食恶鬼的法门，那传流了两三千年，那在韩国非常好。那各位，你到韩国看到每一个寺庙都有在超度，那个牌位比我们的还漂亮啊！等下你们的那个彩色的啊，大众的牌位，那这样呢，他们也经常在点蜡烛施食，他们习惯用米跟简单的食物。那至少韩国佛教非常重视往生者的超度啊，所以来这边做烟供有它真实的意义。当然昨天我们参加观音施食法有点像甘露施食，那我们也希望莲花生大士传下来的这个方法能够在韩国不断的也延续下来啊，就算他们不能直接烧食物，我们将来也会不断的寄烟供香来，让他们知道用这个烟供、药供的甘露香，能够上供下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一切什么叫波罗蜜？有成佛的资粮。那要圆满波罗蜜，有几个条件：念一下大悲心，成佛的菩提心，不执着的空性，所有的善根回向众生啊。所以各位这次来韩国大布施，所有善根回向整个韩国，因为韩国是大乘佛教，愿这个大乘佛教弘扬在世界。大众凝神请听法师的开示。由于海涛法师慈祥的言语、精辟的比喻、字字珠玑，深深打动大众的心，令大众感受到佛陀慈爱怀众生、心肠存慈悯的喜悦，使现场洋溢无限的法喜。大众更在海涛法师的慈悲引导下，齐心称念诸佛圣号中，修持药供、烟供及慈悲施食等庄严仪轨。清脆的梵声如法雨甘霖，每一尊佛及其名号都象征我们凡夫最完美的那一面。
当我们向佛陀虔诚礼赞时，就是代表我们降服自己的傲慢、欲望与无明，透过礼拜来降服我们的烦恼心，净化心灵，进而去除众生恶疾乃至无明病痛，使身心常保健康。圆小寺位于光州五等山的北部，是大韩佛教曹熙宗松广寺的分寺，创建年代大约在六世纪初叶，新罗至正王时期，由韩国华严宗初祖圆小大师所建。当初圆小大师来到了五等山，赞叹当地的风景秀丽，而修建的一座小庵。那圆小大师，他比较重把佛法带入世间，所以当然最出名的就讲圆小大师为了要到中国去追求佛法，结果在途中睡在一个山洞，结果因为很口渴，看到洞里面居然有就像那个瓢子，南瓜瓢子，然后里面装了清净的水，好高兴赶喝下去。然后呢，早上睡醒以后才发觉他拿的瓢是一个死掉人的骨头骨头里面装的这些水，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吓了一跳，但是也开悟了。为什么？念一下万法唯心照，所以晚上看不见，以为那个是一个瓢子清净的水，早上居然是人的骨头，搞不好里面是留下来这些血浆。但是因为心有分别，所以就会怕心没有分别的时候就可以超越一切，所以他就开悟了，就不用到中国了那个时候的佛教是属于皇宫的佛教那时候佛教都是皇帝大王。但是后来圆小大师有一点被逼还俗因为有一个国王找人算命，他的妹妹是个他的女儿是个寡妇，因为如果圆小大师能够跟他在一起，就可以生出一个很好的儿子，所以就这样设计他圆小大师就跟以前的鸠摩罗什翻译了华严经很多大乘的经典，但是后来被逼还俗然后不但他爸爸是被逼还俗，而剩下鸠摩罗什也被逼还俗有男女的情欲，圆小大师也大概如此，三天睡在皇宫里面，就这样跟那一位公主产生了关系。后来公主怀孕了，但是圆小大师一样离开。那这我想这是个视线但是他没有这一段经验他就不知道把佛法，不了解世间人的苦因为站在禅宗我们出家人修苦行开悟然后比较不接触众生。那站在大众部很多菩萨都会示现结婚生小孩，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了解世间苦。那圆小大师因为破戒了，但是虽然他太太怀孕了然后呢他永远不会去看这个小孩子，他要放下然后因为这样他就没有在皇宫，他变成疯疯癫癫像济公一样唱歌然后就这样把佛教融入在世间民间所以我想佛菩萨会做各种的示现然后呢这样佛教就变成一种大众修行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爱在心里火难开菩萨是如此的，不是对哪一个人，是对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那事实上圆小大师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然后呢文殊菩萨的化身，
但是每一位佛菩萨都有很大的悲愿。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佛跟菩萨都是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啊的化现啊。那各位，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就像一个演员，你不能光演一个角色，不然你不会出名的。你要各种角色你都能够演得很好啊，戏路要广，那这样你才能够有影响力。那同样呢，每一个佛菩萨证的空性啊，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他要像观音菩萨乃至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乃至分身百千亿地藏菩萨，他会做各种的示现。那为了要度各种的众生，那你要融入于世间等等等等啊。所以那文殊菩萨会借着跟众生的缘分跟他结缘。那结缘目的呢，啊，念一下，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各种方法导归极乐，要接引众生导归极乐。所以我想在大乘佛教里面的主殿，特别在韩国就保持了这个传承，放了大部分都是极光殿，就是西方三圣要导归，不管各种法门，希望众生往生净土。因为往生净土保证他将来就不会退转证得空性。所以我想圆孝大师是一种示现，由持戒而破戒，而由破戒而入世啊，而对众生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但是呢，也是海涛法师为大众开示时特别介绍圆孝大师不凡的生平。圆孝寺在历史上饱受战乱之苦，遭受毁坏，而经历过多次重建，在韩战后陆续修复了大雄殿、禅院、寮舍等建筑。然而在最近一次进行大雄殿施工的时候，却意外地挖掘出金铜佛像等32件文物，被指定为光州有形文化遗产。古物的出土可以看出圆孝寺悠久的历史，并映照佛教对韩国深远的影响力。时至今日，圆孝寺沉浸在五等山美丽的风景中，茂林修竹，鸟语啾啾，千余年来一直是广受人们所喜爱的修养地。尤其圆孝寺内悠扬的佛梵钟声是八景之最，起悟时更有韵致。在佛光普照下，大地处处绽放无限的生机。圆孝寺广大庭院中有一座巨型的佛塔，方正的四角外形稳稳地耸立在绿荫盎然的草原上，常有民众来此礼拜绕塔，以领受佛陀智慧的加持，亲近自己的身心。而在圆孝寺的佛塔前方有一座凉亭，题字甘露井。在凉亭内有一石像抱着葫芦，从葫芦内源源不绝地涌出泉水，水质清凉而甘甜，流布四方，让十方有情皆能获得诸佛法水的洗礼，似乎也在映照圆孝大师当初受到泉水启发时发愿将佛法广布四方的伟大慈悲精神。行程中继续来到了韩国的名山古刹之一曹溪中之发祥地松广寺。在韩国的佛教中啊，认为三个宝，有三个宝贝，佛宝、法宝和僧宝。代表这三个宝贝呢，有三个寺庙：梁山的通洞寺、陕川的海晏寺，还有我们顺天的松广寺。梁山的通洞寺呢，珍藏着释迦牟尼的舍利子，所以我们被称为佛宝寺场。陕川的海晏寺呢，那珍藏着法眼大藏经，所以我们被称为法宝寺场。我们这个松广寺呢，是在高丽时期呢，有个普照国师。那普照国师呢，以后一共有180年的期间，一共出现了16位国师。在高丽时期的时候，在当时
朝鲜时高丽时期的那个当时，就是国家的国教吧，可以认为是佛教吧。那佛教就认为国家的国教。对，那国师呢，一共是国家的师表，一共出现了16位，所以我们给它称为这儿的僧宝石刹。那我们这儿的僧侣呢，就是宝贝吧。现在我们来的这个松广寺呢，是个朝鲜宗的本山。弘法团经过路旁的下马碑，经过当地义工热心的解说，知道以前信徒如果骑马来松广寺参拜，就必须再次下马。来到这里，就表示松广寺的正门已经在前方不远处。松广寺位于全罗南道顺天市，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古来名僧住习者甚多，以复兴高丽佛教和弘扬正法为宗旨。尤其在韩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支那大师，便是在此展开了名垂千古的定慧结社运动，是韩国佛教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新佛教运动。松广寺与通度寺、海印寺同被称为韩国佛教之三宝，是韩国僧宝的代表佛寺。因高丽时代有16位国师辈出于此，被誉为僧宝宗刹，也因此享有盛名。现今仍为韩国禅修代表性的寺院，以及韩国佛教的中心道场之一。迄今寺内还存有韩国国内数量最多的历史文化财产。松广寺于12世纪初扩建，之后历经几次大规模的重建，建筑布局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周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诸多堂阁，面积甚广。按没有响。寺内的殿堂楼阁都十分宏伟，庄严肃穆，缭绕着香气，每个角落都是古意盎然。在隐约中传来的木鱼声，伴随着清脆的读经声，继承着古寺僧侣们的专心精进模样，可以感受到虔诚之心。僻处曹溪山密林中的松广寺院，历来高僧辈出，成为高丽修禅之第一道场，禅风风靡天下，诸王崇信。自普照国师支那起，共历代16位住持皆赐号国师，成就第一僧宝寺的由来。寺中的国师殿内供奉这16位国师画像，均为禅门中之佼佼者，寺规极严，风格独特。在松广寺内有一造型独特的皮舍里木草，为松广寺的名物之一，它的大小如一只小船，令人叹为观止。而它的来源则可以追溯1742年时，寺僧们利用倒下的大湖栀子树加工后制成，并流传至今，可以用来盛装僧侣们的饭，据说可以同时装4000人份的米饭。松广寺丛林巨木直耸，景色秀美，与当地自然环境充分融合，景色极为优雅。经过清凉阁，其下有潺潺小溪，是韩国当地信众常造访之名山古刹。参观的信众可以沿着美丽的灵隐山路向前行，体会早期古代修行僧众为播下菩提种而筚路蓝缕、开荒建寺之不易。离开了松广寺后，大众再度回到广乐寺进行慈悲施食法会。
夜幕低垂下，点燃盏盏的灯烛，霎时明亮的灯火照耀佛殿，耀耀生辉，如佛陀的慈光，抚慰每一个人的心。修持施食时，大家怀着虔诚的心，用信心和慈爱来替换恶念，用祈求来取代恶言，用礼拜绕塔来代替恶行，自然帮自己远离恶道。所以虽然只是简单的施食，但大家以无私的慈悲心来摄持，并且透过诸佛真言咒力的加持，对所施的众生而言将有极大的利益，大众也因施食的善行而圆满许多功德，世界也将因我们的慈悲而更加祥和。在庄严的施食仪轨中，大众一心虔诵经咒，礼请诸佛菩萨慈悲加倍，并期待仰仗佛恩，长养悲智善根，借以超见有缘，普利幽冥，并将不可限量之功德利益回向十方法界行大布施。如同在韩国的每个行程里，佛子们在法师们的带领下进行朝圣、绕塔、点灯、施食、发菩提心，每到一处名山刹，皆在累积无数成佛的功德和资粮，并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情境，精进的修持。也愿佛法带来的光明如同普照的太阳，照亮人间，照亮希望，使这一方的众生证得无颠倒的圣意。阿弥陀佛，自古以来有佛教，就有佛教的代表物佛事佛像，更有一种更圆满的叫佛陀的舍利塔、菩提塔等等的佛塔，所以我们要发愿在各个地方，包括离岛、金门、澎湖、兰屿，甚至有沙叶的地方，都应该来这边造佛塔。有灾难的地方，曾经发过灾难的地方，我们也应该要造佛的舍利塔、佛塔来消除，让那些灾难者得以超度。所以希望大家护持造塔的计划。阿弥陀佛。净除恶业的菩提圣福，累积资粮的立身法门，邀请您一同加入建造佛塔计划。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慈悲置业为了推广奉送地藏经、回向国泰民安活动，特别准备地藏福袋与所有信众结缘。福袋内容有携带型袖珍版地藏经、白话地藏经、地藏菩萨卡通动画 DVD。地藏菩萨的大愿法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法门，如果还没有固定修行法门的人，可以修地藏法门，因为它非常容易修持，只要供养、布施、赞叹、礼拜以及诵经、持名，这些人人都做得到。地藏菩萨之誓愿就是救度众生，特别重视地狱众生的教化，无论是要超度历代祖先、流产胎儿、冤亲债主，地藏菩萨能使一切如法所求的众生意愿满足。尤其世人遭遇苦难困厄之时，慈悲的地藏菩萨绝对会予以救度加持，绝不会弃之不顾。因此慈悲置业以地藏福袋与信众结缘，
勉励大家都能至心如法，恭敬念诵地藏菩萨圣号，瞻仰礼拜圣像，读诵地藏菩萨经典，如此家宅永安，祥和社会，让地藏菩萨的大愿大小与种种功德力量一同净化世间。护持请洽慈悲置业各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电洽0398993190，0398993190，护持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伊讲，因翁阿某两个人已经食菜，但是囡仔爱袂食菜，爱食鱼，爱食肉。我煮肉煮鱼给囡仔食，安尼有算犯戒无？啊，如果徛咧菩萨道是袂使犯因故啊。你徛咧，你修解脱道讲我无杀生，我干那煮，虽然无杀伊，但是只只可咧疼，了解无？你甲煮，你甲煎，伊感觉咧疼啊。所以这就请顺便话。求佛菩萨加持啊！啊，然后希望有法度转化这个囡仔啊，那就慢慢啊开讲。啊，这个囡仔嘛，其实嘛无啥友好的对吧？爸母在咧食菜啊，佮爸母煮好食啊啊，所以这个你也好啊，佮教，那就叫老师师傅佮这囡仔讲，友好第一那对啊。所以大部分拢是囡仔咧食菜，变啊影响爸母。食菜，这是正常。啊，即马变爸母，所以咱对囡仔就要个教育，要互伊了解啊。所以安尼赶快有因果，赶快因果。所以你要安怎甲伊讲？啊，你个囡仔啦，那个你无欢喜，讲安尼不爱食，哈，这嘛无法度。你唔好受疼，唔好受成囝，